just over 四個月，十七個禮拜左右，係啊。所以今日係依兩個禮拜突然就覺得個轉變開始大啦，因為之前其實都唔係好健肚，但係一著一啲緊身衫嘅時候咧，就點樣企直啦，點樣縮肚啦，都縮唔到啦。我想講今日我第一次見到嗰個 baby bump 咁大， yeah, 因為之前可能喺屋企嘅時候，你都會著一啲比較鬆身啲嘅衫啦 ，cozy 啊嘛係。係，近排有凍咧。係啦，跟住今日哇，好明顯。都大碼。係，即係會 show 到佢嘅線條啦。Nice， 係知道嗰個。我哋其實是未知的，但其實我哋啲報告咧係可以知噶啦。不過我哋諗住可能等到五月六月，再過多幾個月嘅時候先 find out 咁樣咯。但係有樣幾得意嘅嘢嘅，就是、因為咧佢個家族咧有二十個小朋友裏面咧，十八個都係仔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應該係 I am rooting for the girls。係啦，即係我自己男女都冇所謂嘅。即係我細個嗰陣時候，可能我會中意仔多啲，因為我中意可能。喜歡帶你做運動啊咁樣啦，咁但係大個咗，因為身邊好多朋友都生女，咁我就啊女都好 sweet 啊咁樣，咁而家就冇所謂咯，到時睇下點。但我哋成日都會，因為我哋會有啲 debate 同討論，因為佢以前係讀科學嗰啲噶嘛，即係 suppose 佢都好識啊，見到啲基因啊，啲 BB 係點，我就 OK， 咁我哋究竟睇下係嗰個家族基因強大啲啊，定係？嗰、那個時機，時機去決定係男女嗰樣嘢係最後的結果係點？會作首歌俾 B B 啊？一定會啦，係。咁我覺得寫一隻歌俾 B B 唔一定要係公開嘅，我覺得係，亦都可以純粹係俾佢啦。又或者係都可以寫一隻歌係 for 自己記載自己而家嘅心情咯。即係依個係一個哇 ，for 我嚟講係記。開心 exciting， 但同一定都會啊擔心我自己究竟做得夠唔夠好咧 ？B B 將來會點咧？佢面對個世界個唔同嘅難題會點咧？咁所以哇，係好，所以將呢啲嘢逐逐一去寫低咯。而家咪當你公主咁樣，都係 so far 都真，其實佢不嬲都好寵我嘅真心。我而家暫時所有嘅產檢佢都係完全每一次都陪到我啦，抽時間。咁同埋佢都會提我好多嘢咯，即係當然大家都仲話啊，點解著咁高高踭鞋？依啲嗰啲佢都會盡量叫我小心嘅。咁但係 in the end 我同佢即係朋友講嘢啊 ，OK 嘅，其實咁樣得，咁佢都會尊重我嘅。咁你會喺香港生定係翻加拿大？會喺香港生佢啊，因為始終都想見到爸爸一路。在身邊，即係佢冇可能請好多個月假咁樣走咗去加拿大陪我，咁我都會想佢係一路，特別係進入直路嘅時候，都希望每一日都喺我身邊，咁所以係咯，喺依度冇問題。幾月預產？八月中左右啦，係啊。幾多個月啊？而家六個月。6個月啊？係啊。係咪醫療之內㗎？知道咗之後被意料之內咯，即係意外嚟嘅。係嘅，即係冇特別 plan 呢件事咯。咁既然發生咗嘅，都好開心嘅，都係係啦，都係個好好嘅 blessing 嚟嘅。我自己係啦。咁我又又冇話追個女咁樣啦，因為我自己就不嬲都覺得生男生女都冇乜所謂嘅。但係呢一胎就～你講真，我自己都唔知噶，到依一刻，即係我有俾醫生俾咗個 result 嘅，即係擺咗喺屋企嘅，但一路都未拆開嚟睇嘅，咁就次次檢查都話，我冇話俾我聽啦，等我知道，等我 ready 想知嘅時候先拆開嚟睇啦，咁樣。係啊。可能下個月咯。下個月咧？唔知啊，即係覺得即係 keep 咗咁長時間啦，即係身邊依家即係公布咗啦，好多人都知道啦，咁大家都好開心，即係可能喺度估，即係其實大部分人都希望我生女嘅，個個人都話：哎呀，我希望你生女咁樣，咁我就話多謝你啦，係啊，但係就最緊要我 B B 健康啦，冇乜所謂嘅，係啊係啊，三兄弟都幾好啊，呢一胎就都幾好，即係冇乜唔舒服嘅，冇啊冇啊，所以我好遲先發現自己真係有咗 B B 呢件事啦，因為我係冇乜反應啦，跟住冇唔舒服啦，可能淨係眼瞓，但我覺得即係個媽咪眼瞓好正常，因為平時都好攰，所以我完全冇留意到自己係有啲咩同平時有唔同嘅狀態咯，係啦，所以我好遲先發現咗，好似真係有少少唔妥喎，咁就測下啦，咁又中咗，跟住就我想我可能真的到最後生，即係到最後那段時間就會唞下噶，咁坐月都會唞下嘅，係啊，去了滑雪同埋去了東京，
可能不小心吃得太開心啦。我唔夠膽磅啊！唔係啊，你哋頭先一講，我即刻熬咗底啊！我肥咗咁樣。我遠睇冇嚟認到你噶嘛？男朋友有冇講你肥咗先？佢可能日日都見我，唔係好覺得我有肥咗。點解唔帶埋佢一齊？唔係因為咁，有時候要享受下自己同自己啲朋友嘅時光噶嘛，係啊，所以唔係咁方便嘅。女仔嚟㗎嘛？有男有女，好多朋友成班 friend 咁樣，係啊。可能好叻嘅咩？我第一次滑雪咋？我以為自己會跌得好金，但係冇我想象中咁嚴重咯。但都 OK， 但係我愛上咗呢個運動，我已經準備好下一個雪季再去滑雪啦。男友識唔識滑雪㗎？佢唔識，我識，我識咗。係叻唔叻嘅運動？佢一定係有運動天分嘅，係佢本身讀體藝啊嘛。而且佢以前係泳隊嘅，所以佢應該運動 OK 嘅。你諗住你做下教練教滑雪？我準備好下一個雪櫃帶佢去，然後我就做老師，我教翻佢，威翻次啊嘛。有冇身材勁咗啊？冇啊，我肥咗嘛！我頭先上圍都升級。冇，我呢啲就係肥喺塊面度陰公。佢因為佢日日見我咧，佢唔係好覺得我有咩分別咯，所以係你哋講話，哎呀，我肥咗，我先至即刻有啲熬底。係，可能食得太開心啦，去日本。但係男人夠唔夠膽話你肥咗先？係會好坦白㗎。我不會點㗎，所以佢隨便講咯，係啊，冇乜所謂，唔介意，講真話啊嘛，大家要坦誠相對啊嘛，係咯。你女朋友話會第時做教練教你滑雪，你有冇興趣啊？佢做教練啊？係，佢識咗㗎啦。我諗我揾翻個正確教練嗰啲啊。你質疑佢啊？都唔係嘅，不過就好啊，俾佢教啊，但我會自己偷偷地上幾堂先。我都肥咗啊！邊個啊？佢啊！佢唔係喎，佢 fit 咗。係咩？係啊！真係情人眼裏出世事。我識講嘢㗎，我真係唔係真係跪過你啊！唔係佢近排又成日做運動，因為即係跳舞啊，做 gym 啊。少嘅，係啊！即係分開多。我想啊，做運動呢啲嘢講少講啲，大家追求嘅人，佢如果做嗰啲咧，我諗佢驚我驚佢，佢驚自己太大隻。係啊，我做嗰啲會 hardcore 啲。好大隻做啊你？都有。